这里呢就是我们国家第三代的主战型坦克。它在车体上比起以往的二代主战坦克相比呢大了很多，为容纳125毫米的炮弹、大功率的发动机还有先进的火控系统提供了先决条件。从车身设计到动力系统、对抗系统、射控系统都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顶尖行列。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明白。但你说这个坦克它是世界顶尖水平，言过其实了吧。哦，对了，我叫高岩，我是个资深军迷，你在各大军网的论坛上搜索我的名字就会看到我的很多文章，相信啊会对你很受用。这种类型的坦克它具有700毫米的炮塔、125毫米的穿甲弹、850毫米的穿身，从进攻到防御可以跟世界任何的主战型坦克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它的电子火控系统可以将15公里之内所有的武装直升机跟对方坦克的观瞄系统烧毁。那它的可靠性怎么样？要知道二战时候著名的 KV-1 坦克性能无可匹敌，但这也阻止不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因为机械故障而瘫痪。我们国家从最早的依赖进口，到后来的反摧毁仿制，再到今天的自主研发，实际上还是走了一套苏式的老路。苏式坦克的弊端没有解决掉，根本没有办法和欧美国家的坦克相提并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炮管的使用寿命是多久？只有8秒钟。8秒钟太短了吧。而一枚炮弹从这个炮管打出去的时间只需要0.02秒。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这个炮管的使用寿命范围之内足以射出去400枚炮弹。按照2枚炮弹击穿一辆坦克来计算的话，150辆这样的坦克足以称霸世界大陆。叫我说呀，你这叫纸上谈兵，真正打起仗来那是全方位多兵种的联合作战，片面的强调坦克这一种兵器没有任何意义。请问你有上去过吗？有按下过它的火控激发按钮吗？有听过炮弹打出去的那种震撼吗？我相信那种震撼是你在家里敲一辈子键盘都感受不到的。网络喷子我们也见多了，因为我以前也是。喷子的内心呢都是自卑的，用一种自嘲的态度来唱衰我们国家的国防科技，目的呢就是表现自己的高高在上和与众不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希望你加入我们，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现在到底有多强大，感受一下作为中国人的那种自豪跟骄傲。再送你一句，有这些你看不上的主战坦克停在这里，你安安心心地在家里敲键盘接着喷，一定安全。来，这边请。眉毛还是那么有喜感，上下动。谢谢。张能量，今天本来是我们同学之间久违碰面的小聚会，我让小萌必须拉你过来。你今天的这番话让我很受用，谢谢你。我敬你一杯。我喝饮料吧，部队不让喝酒啊。怕什么，这又不是在你们的食堂，谁能看得见你？我回去一身酒气，班长会发现的。怎么了呀？你刚才的那股子霸气全都没了呀？没有，你们同学聚会嘛，我怕说错话扫你们的兴啊。哎呦，人家不喝就不喝啊，啰里吧嗦。那个我们在一起站起来喝一个吧，来喝一个，来。对了，你们不是说想进部队吗？考虑的怎么样？我们都愿意死了，今天看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待遇又好，但是我们又担心非现役人员是按技能分配，我们担心不能跟你分到一个部队怎么办？你这意思就是不跟我分一个部队，你们就不来了？
这不主要大家互相有个照应吗？人生地不熟的。这话不能这么说，部队呢是一个只要你肯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地方，而且啊，部队是有奖有罚，分得很清楚，你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而且战士们会看在眼里，首长们会放在心里，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大家庭，特别特别好。只要你想减，当然可以减啦。知道了，知道了。哎，不过有的人啊，你不在，他还真就不来了。你问问他。黄小萌。其实我今天来部队呢，还有一个目的，我就是想来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追回曾经错过的那份爱。哦，高爷，你可真直白。妈妈，我答应我们班长要晚饭前回去，那我先走了。张能亮，有什么话就放在桌面上，你自己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呢？没有，他跟我说他们班长让他晚饭之前回去，咱们要不让他先走吧？先走吧，行，没事。那走之前，我有句话想问清楚，你和小萌现在是什么关系？战友关系。不可能，我都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互相有好感吧？高爷，你误会了，我们是新兵，部队规定新兵是不可以谈恋爱的。那惺惺相惜总可以了吧？再说了，你们也不可能总是新兵。不是，我没太听懂啊，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优点，就是有自信。我要重新追求黄小萌，如果有人挡在我面前，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打败他。啊，哥们儿，你说话一直都是这么霸气的吗？没错，其实我刚才一直就想问你，你说你一个当兵的能给小萌什么呀？啊，就算你们都升成了士官，那还能怎么样？我这几年在社会上打拼，大话不敢讲，我在社交界绝对是小有名气，我随便写个东西，那给我的就是丰厚的报酬。这些你们这些当兵的，怕是永远理解不了的。高爷，高爷，你这话就说得过分了。当兵的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是理解不了。但是呢，我也看清楚一个现实。那就是你对部队根本没感情，你只不过是想把部队当成你一个完成私欲的地方，是吧？对不住了啊。你干嘛？你想干什么？你没有资格进入部队，所以你今天在部队经历的一切也没有资格带走。以后不要让我在部队见到你，要不然我把你一脚踹出去。我觉得啊，高岩以后可能不理我了。那不挺好的吗？他这人一般。哎，你今天还挺帅。逗我呢吧？我觉得你变成熟了，跟你新兵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不可能，外界永远都不可能改变我。你改没改变，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我们才能感觉得到。哎，对啊，我以前从来没觉得，我今天看了你的同学以后，突然发现咱们部队是一个特别讲究公平的地方。只要你军事素质够硬，啊，有红旗可以扛起来，有第一可以争得回来，那你就是兵王。不像有些人，成天在网上面喷自己国家的军事科技，啊，假装自己还高高在上、与众不同，
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博眼球，换了几个臭钱？这样的人还配谈成功啊？真是劈了口了。你这想法挺 nice 的。过几天就是新兵考核了，那你考核加油。你放心，我一定成功，你也加油。嗯。那马上要晚点名了，我先回去了。嗯，去。嗯。左前方关瞄完成，炮塔急转342标尺关瞄完成，目标指示右前方敌装甲车歼灭，右前方敌装甲车歼灭。司台长，我的前期还不错吧？改为手动操作，正前方敌机枪歼灭，正前方敌机枪歼灭。司台长，我正式要通知你，一个未来的兵王即将从你手中诞生。其实我呢，比那些战士都要晚进作战训练营的，但是呢，我今天来是监督你完成炮长资格考试的。你的光荣历史可以考试完对着树说。下车。快点到你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没感觉啊，太轻松了，绝对优秀。下一个，大山洞到。小车。哎，帽子，帽子。拉强东啊，拉强东，你要我怎么说你？其实如果比专业技能的话，我说实话，你跟我都不相上下。但是你发现没有，每次一到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为什么？我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紧张。而且你现在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的紧张了，一到比正格的时候你就开始紧张。那后来四排长说没说？我后来是不是好多了？司排长人搁后边也是一直鼓励我，你不能指望着别人一直鼓励你啊。张能亮，你啥意思啊？你不就想说你比我强吗？你不就是自带光环吗？我承认你心理素质好，你聪明，但这也不是你骄傲和目中无人的资本。不是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说这些是为你好。开会，考核总结，抓紧，冻得拖拖拉拉的啊！我们今天进行了车驾炮三个专业的新兵考核啊。哦，我得夸夸你，张能亮，你说他比你们进入这个作战部队的时间应该晚三个月，但他考的成绩不比你们差，考得不错，甚至还超过啊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嗯，那就你说说吧。啊，好，那我就说说啊。我觉得呢，我们班现在呢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心态不好。今天考试，那拉强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吧？因为心态不好，结果本身应该发挥出来的实力没有发挥出来。车长考试我是没看到了。但是看你们每个人的表情，我能判断出来，啊，小汪应该考得不错，梁山，嗯，肯定啊，
关键时刻又紧张了，脑子一热，把班长交给你的东西全部又还给班长了，没错吧？亮亮，你现在这个说话的态度啊，搞得跟个班副一样的了啊！成绩好了，飘飘然了。不是，这不是在开班会吗？是吧？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觉得，在部队里边，在军营里头，就是看谁的军事素质过硬。我们应该拿成绩来说话，谁成绩好就应该服谁，这难道不对吗？虽然我这个人吧，啊，平时看起来好像吊儿郎当的、嘻嘻哈哈的，但是我在关键时刻我绝对不掉链子。为什么？我自以为啊，就是我的心态好，我的心理素质过硬，没毛病吧？你听你们这对话都跟小姑娘似的，这还。啊，成绩好的也别飘飘然。哎，成绩差一点的也别心灰意冷啊。其实啊，我说句实话，咱们这次啊，咱们班这个总体的成绩考得不错，而且在这个部队里，咱们班能排上前三名。但我认为还能更好，成绩应该会更高啊。心态很重要。有没有信心？有！哎，找你一圈了，什么事儿？哎，呀，挺快啊。我就知道。怎么样，我们班有人没过吗？全体通过。你的成绩是炮长专业第一，这很正常。你不问我啊？那你呢？我是驾驶员专业第一。哼，哎，咱俩专业不一样就没法比了啊。我跟你说啊，等我什么时候呢，像班长一样也是三证合一的时候，我跟你比比驾驶，你信吗？你还是比不过我。哎，张腾亮，知道你成绩好啊，但是，哎，我多说一句啊，嗯，你在班里啊，得注意点人际关系。你是在说辣强东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拿他当朋友，所以我才跟他说那么多。我是在给他指出他的问题所在。你觉得，是面子比较重要还是成绩比较重要？他要是那么玻璃心，别当兵了。对，你说的对。这个军事素质确实是衡量一个士兵的重要因素，但咱得戒骄戒躁啊，团结才有意义。你不能因为你的成绩比拉强东好，你就炫耀，让大家怎么想？我们是装甲兵，一辆坦克三个人，若三个人都不团结，那仗怎么打？有点道理。你要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以后就别这样。还有，下周我们实弹考核。哼，我这次一定拿个满分。让那些老兵也看看，你们等着吧。下周是实弹打靶，啊，对我们车架炮这三个专业，可以说是一个全面考核，啊，大家要注意。这次今天啊。咱正式分车组，啊，三个人一组。班长，嗯，这次分完车组是不是就固定下来了？对呀，那可不是得固定下来吗？啊，部队现在实行的就是人车固定式作训模式。啊，这次定下来，哎，以后你们就是一个车的战友了啊，并肩作战。哎，班长，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比如我是车长，您是炮长，于大雷是驾驶员，那如果我们三个人固定下来以后，就不会再变了啊？是这个意思呀，啊，梁山，你想说什么？你不就是想跟班长一个车组吗？哼，不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比如，就是比方说，那再说了。你要是能跟班长一个车组，那肯定是件幸福的事情。那无论对于个人还是这个集体，那都是有帮助的，是吧，大雷？对。
对，啊对，嗨，班长，你看啊，那每一个班呢，应该都有一个实力最强、打头阵的拳头车，那肯定是你在那辆车，那辆车就是拳头车。那我觉得梁山的提议特别好，我觉得我梁山跟你一辆车，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不准拍马屁，别捧我，啊。王小旺，得，你这老低着头琢磨什么呀？你作为车长，哎，你比如说你，你跟奥国军，奥国军是驾驶员，你们俩一个车，有没有问题？可以啊，那当然好了。那还有个炮手呢。啊？你看张能亮是吧？拉强东。哎，我们选拉强东当炮手好不好？我没意见。哎，好，那我们就选拉强东。啊啊。哦，那我也同意啊，我挺满意的。那这不挺好吗？那个梁山，啊，你像你、大雷、张能亮，哎，你们仨一个车组怎么样？我没问题。不是班长，刚才不是说好了吗？就是您、我还有于大雷，我们三个固定下来就不变了。我什么时候说好了？刚才拿你们俩是打一个比方，加上我，啊，就说是这个意思。你看人家也同意。哎，你们仨不是挺好吗？有什么意见？是班长，那个张能亮不可否认，作为炮长，那真的是非常出色。哎，非常好，梁山这样非常好。你看，既然是战友，要互相信任，互相成就。你能看到他的优点，我相信你们三个人在一起以后会配合的非常好。不是，很好。那个，但是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三个人一个车组的话，那个车外通话我可能要全时段开着。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直接给张能亮下命令可能没有力度，所以我们还是习惯你直接给我们下命令。你是车长，你给他下命令他不服从。车长是指挥全车的，为什么要全程都开着车外通话呢？啊，不是，我直接给你下命令，你啊，不是，我是担心什么呢？那个你说，我是担心那个于大雷有意见。于大雷有意见，他就说了，他这哑巴呀，人家于大雷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啊，是不是大雷？不是班长，不是啊，听我说，班长，嗯，张能亮是个优秀的炮手，但是班长你也是个特别优秀的炮手，而且我们三个又都是新兵，我肯定是更想跟你在一辆车，这个拳头车嘛，班长。最好是你要，你又想跟你一个车组。哎，不对，变味儿了。你看你们俩都夸人家，然后好像还不……我是让你们都给绕糊涂了。这样吧，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说的也有点仓促了，大家没什么心理准备啊。下来好好想一想，三个专业，看看大家有什么互补啊，哎。咱们今天这个分车组的事先讨论到这儿。我跟你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啊，实战打靶，注意啊！首先要强调的是安全啊，连里的指导员反复强调这个安全问题啊。下周二早饭后，车场集合，出车开往靶场。到达靶场以后，有老兵领着你们领回自己的弹药箱。你看国军儿。那个赵帅、陈建，哎，你们作为老兵，一定要把这个弹药箱的安全问题检查好，别有隐患。你可以呀，王小旺，都藏到这儿了，你出不出来啊？行，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啊，今晚你就睡这儿。班长，
我弄得你的鬼哟，跟个耗子似的往外爬，至于吗你？说说吧。哎呦，班长，你不要让我跟张玲玲一个车组了嘛。说说你的心里话，为什么？这还说什么心里话了？那梁山说的多清楚了，就是不相信张能量能听他的呗，到时候还要靠你指挥。哎，你不能因为我是炮长就忽视他呀。这个原因有了，但主要原因还是张能量的性格问题。那生活中怎么搞都可以啊，但这个作训我们谁都不想往后，这车组定下来就不变了，你这都不能乱来。班长，嗯，我想好了啊，除了你，我就选辣山东。站住！你是来偷东西的呀？跑什么呀？跑了吗？你刚才是站这儿吗？我就挪了两步。放回去，放回去。你紧张什么呀？头一次来超市啊？这种东西跟你说少吃点，甜不拉几的。哎，班长送你一箱牛奶。班长，我错了。你错了？你哪儿错了？我哪儿错了？啊，我乱了。但是班长，我一定是有问题的，不然不能让你破费这么多去给我买一箱牛奶。别给我假模假式的啊，拿着，一会儿班长去结账。我提溜谁？不用。说个事儿哈，就是咱们班里这个分组的事儿，你怎么想啊？你说的是张能量的事儿。嗯。你跟他一个组有问题吗？表个态。我肯定不愿意跟他一组。为什么？就大伙儿不愿意跟他一个车组啊，那肯定太正常了。他那个人好的时候绝对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但是他不好的时候，倔起来的时候吧，那谁也不愿意搭理他。这如果上了作战训练场啊，那肯定要出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有啊。你看上回炮长考核他完事儿，完他说我紧张，我这么勇敢，我心理素质这么好，我怕吗？我怕过谁呀？对不？就你这个心理素质还好，一箱牛奶给你吓成这样。行了。这箱奶你拿着，回去你再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儿啊。不是班长，我有钱，我能买两箱，我给你一箱，我肯定不跟他一车组，我先去买两箱玩，给你一箱班长。哎，不是班长。你体能跑啊？我说班长，啊，还是被你抓到了，还是跑不过你这个大长腿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啊，不是，那我不天天都是这样吗？嘻嘻哈哈，挺开心的，小小的人。行了，行，我跟你说一个更高兴的事儿。还有更高兴的事？分车组。那小脸变得挺快啊。那个啊，你对分车组的事儿有什么想法？分车组肯定想和班长一个车组啊。啊，哎呀，你跟我一个车组可能不太合适。你是车长，我是炮长，你好意思给我下命令吗？这怎么不好意思呀，班长？但是自从我选择车长这个专业，我就知道车长就是要统领全车，是吧？指挥炮长，这你一定要放心啊。是是是，你这背的倒挺熟的，这话是这么说，
他真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真好意思给我下命令吗？你给我下个命令，我看看。下一个，我看看。你说牛努力，说牛努力。你看，不是你不好意思下命令，这两码事。不是班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次成绩没考好，对我有什么想法？班长，你要是实在不想和我一个车组，那要不让我和拉强东一个车组也行啊。虽然我们两个成绩都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吊着干，肯定会打出一个好的成绩。班长，这个你要相信我呀。你说呢，班长？只要我还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心酸。那行啊，你说呢，班长？回去吧。班长，那你是同意了啊？谢谢班长，谢谢班长。掌声。你大雷不错，啊，你没跑。对，遇到什么事儿不能躲，得解决。现在这个事儿绕来绕去，必须我来解决，我来做个决断。我希望你能支持我，表个态。班长，我以为你能给我送点啥。我送你100个俯卧撑，你做不做？表个态。你老看他们干什么呀？别看了，表态。不是张能量的事吗？对。班长，你看啊，你跟张能量都是炮长，这怎么安排啊？这是。我当车长行不行？啊，那就是说，你是车长。张能量是炮长，我是驾驶员，这有问题吗？我车架炮三重合一，我一上手很快就能熟悉。我一个老兵带你们两个新兵，多合理啊！我知道你对张能量用心良苦，但你看啊，他哪都好，就是太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应该让他吃点亏，这样他的毛病能改一改。说完没有？说完了。哎。服从命令。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行，班长。我服从。我们三个人一车。哎。大雷不错。以后咱们三个人啊。常相守。好。我怎么笑不出来？刚才在宿舍里，把这个车组的分配情况啊，跟大家都说了，我安排的。有意见吗？啊，没有没有啊，班长英明英明，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看来你这个分配是真的是合理，挺好的。嗯。大雷，你肯定没意见吧？没意见啊，我觉得能跟你那个张能量一辆车，我觉得特别好。哼。
班长。嗯，接着练啊。练完了。你找我有事？嗯。我是代理一排长，咱们班有任何问题，我都有责任。现在就有问题啊，不团结。我觉得挺好的，挺团结。好吗？嗯。这还叫团结？分车的时候都不愿意跟你一个车。啊，我挨个找着谈话去，还团结？一个人打不了仗，你们是战友。战友要互相信任，互相成就。啊，你好好想想。自从你说要分车的那一天开始，我是不是一句话都没说？不跟我一辆车的也是他们，跟我一辆车的也是他们。嗯，你不说话也不对呀。懒得跟他们说。那不行啊，战友之间要互相多交流啊，多沟通。啊。每个人都有问题，你也有啊，你好好想一想。后天啊，实弹打靶，对你们每一个新兵来讲意义重大。嗯，对他们意义重大，我无所谓。哼，加油！最后那一炮打得不错。各位置注意，接通电路汇报情况。一号位正常，三号位正常，四号位正常，五号位正常，二号位置了。为什么不亮啊？二号位置汇报情况。梁峰，怎么回事？马上排了。亮了，快，兄弟，好。全车注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射击区域。明白，结束。大雷收油。大雷，你干什么呢？射击指挥部，九六五车已进入射击位置。开始。大雷，车速保持住，注意风向。明白。霰弹一枚，敌目标。
见面。稳住，急什么？停止射击！